腾讯一线报道作者花小雨7月28日晚，玛丽突然在微博发文称，猜猜刘二小姐姐，这是几个月了逆流而上的女警，还晒出大都视频，不少网友对此非常激动，还在底下留言称快生了对不对，这么美的孕妈妈引发怀孕疑云。不过玛丽帮告诉腾讯一线称，视频中的内容其实是在拍戏，后面那个话题是剧名。据了解，在热播剧《逆流而上的你》中，玛丽饰演的职场女星刘爱在遭遇意外失业、怀孕、一夜惨变、破产妈咪等种种状况后，逆流而上突破生活困境，最终找到自己的独家幸福。如此看来，此举还真是在为新剧打 call。 今年4月，玛丽在微博上宣布自己已经领证结婚，成为人妻，还隔空秀恩爱。结婚三个月也让不少网友好奇何时能升级当妈。对于这起舞龙事件，开心麻烦工作团队表示，确实不能那么快，但是他这就在提前适应了，哈哈，马上也能用到了，言下之意似乎已将造人提上日程。